今日凌晨，汪峰的第二任前妻康宗如发长微博，详述与汪峰离婚的始末，直指对方在婚姻存续期间不忠，还在自己哺乳期时提出分手，将离婚矛头直指汪峰。随后汪峰由唱片公司代为回应，称此事为自己的家事私事，不想扩大化，此后也将不再做回应。